耶，他到来108年是2月20号。啊，七度在，12:40。拍摄是有一班列车进站了，14次，九沿线靠苏联圈的，9的522次。这一次第一次停用沿线开往苏宁的区间车与 NU500 型圈车，在汽油站停靠。感谢各位支持，拜拜。